姐妹们，今年双十一的价格真的破防了，破大防了！没想到这次力度居然这么大，咱们得果断猛囤一波呀！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我经常在用的这个兰蔻小黑瓶，它不愧是兰蔻的门面啊！这次你们买到就等于赚到。来，大家给你们看一下，买30ml直接到手60ml，这相当于买一送一呀、啊！这还不是最划算的，要是你再拉点小姐妹啊，凑单买个60ml双支的，直接到手120ml，这羊毛都不薅，还等什么呢？那毕竟是大牌啊，咱也不扒瞎，效果真的实打实。这个质地啊，是这种很清爽的质地，上脸呢吸收很快，而且一点都不黏腻。不粘头发，就这一瓶已经是我第二次回购。说实在的，用一段时间，这个皮肤真的肉眼可见细嫩不少。而且有一些单一的修护产品啊，它只能暂时性的舒缓你皮肤表面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小黑瓶它不一样，它里面加了10%的二裂酵母和益生元精粹，能一层一层的去渗透到你皮肤底层去修护，从微生态到屏障再到基底，一层不落，今天帮你强韧肌肤。像秋冬换季这个时候，大家皮肤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小毛病，像什么啊敏敏啊、红红啊，哎，这个时候家中常备一瓶小黑瓶。咱就是说啊，我用了这么久。你看我这个皮肤状态又滑又嫩吧，其实这个秋冬啊我靠它就够了，反正我的闹钟已经定好了，就等双十一这波羊毛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大家都了解双十一呢，那就是早的人吃肉，晚的人喝汤，所以感兴趣的姐妹心动不如行动。